是一个丑陋的兔兔，然后我们做一个袋子，翻过来把这个棉花掏好，手这里把口开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开耳朵也行，但是我就只开到这，我就不能穿到这里了，然后只开了个手的小口，然后弄一个可以挂包链的小耳朵，然后往里面缝好就可以了，然后就缝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塞进去，两边塞进去之后对齐就可以了，就是买这个拉链的时候呢可以买长一点，我就是20厘米的，然后这里也没有20厘米，就自己裁掉一部分就可以了，然后拉链就上好了，然后我们再加上自己喜欢的装饰就可以了。